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盼惊奇，我是大宇。那台海议题呢，我们有一阵儿没关注了啊，但是台海局势呢一直不平静。无论中共表面上如何的花言巧语，现在很难再遮掩他们的真实面目。就像是台联电,电创始人曹兴诚在九月十二号对彭博社所说的，他在二零一九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呢，彻底抛弃了对中共的任何幻想。 最终走上了反共之路，并且呢，誓言把自己余生献给保卫台湾。他说自己在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号正住在香港，那当地发生了元朗事件，众多的白衣匪徒在元朗港铁站区域啊袭击和围攻香港市民。这个事件让曹兴成非常震惊。他说中共是彻头彻尾的匪徒，并在元朗事件之后啊离开香港。 那如今呢？香港沉沦啊，台湾成了潜在的中共下一个骚扰，还有要欺战的对象。曾成呢建议台湾跟中国大陆脱钩。他说呢，不想台湾眼睁睁变成香港。的确啊，如果继续在经济贸易上跟大陆保持密切往来，必为其所累。就像当初川普警告德国啊，不要过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一样，一旦发生战祸，那俄罗斯把对德国的天然气切断。 德国社会呢，立刻面临巨大的生存问题。正因如此，曹兴成呢才积极呼吁台湾跟大陆脱钩。而台湾能不能守住，跟美国协助防卫台湾的态度是否坚决啊，也关系很大。前川普政府的国务卿中国问题顾问于茂春最近在台湾英文媒体《台北日报》发文说，中共在台海的真实目标呢，是胁迫美国。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在台海兴风作浪啊，都存有这一目的。而美国呢，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中共从篡政到现在，一直存在着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计划。而美国呢，是首当其冲啊，是北京眼中的头号强敌。现在的美国政府遵循着既交往又围堵这样一个跟中共的外交战略。那余茂春认为呢，中共当局现在做的啊，也有一套策略。 在台海问题上啊，就是利用台海制造台海紧张气氛，胁迫美国，要求美国在一些中共期望的事项上妥协。最险恶的目的啊，就是想让现在表现上比较模棱两可的美国当局彻底放弃支持台湾的决心，以此继续折损啊美国在全球的威望还有信誉。 当然，这是中共单方面的算盘。就比如最近呢，美国国会因为正在严拟推动更新的对台湾更有利的《台湾政策法》，中共驻美狼窝的这个头狼秦刚，前段时间呢，直接跑到美国国务院面见副国务卿舒尔曼。 以美中关系彻底瓦解为要挟，不允许美方通过台湾政策法，这是赤裸裸的干预美国内政。中共也绝不可能因为领土问题才这么关心台湾。就像余茂春受访时说的啊，中共根本不关心领土问题。那一九四九年以来呢，中国版图啊变化极大，疆域不增反减。中共政权心甘情愿地把土地割让给其他的共产政权。 或与其眉来眼去的国家，包括苏俄呀、蒙古，还有缅甸啊，那些被割出去的领土啊，不知比台湾大多少倍。而中共呢，却在台湾这个事情上啊，不断在国内搞大内宣啊，搅动舆论，收买人心。而实际上，他才是中国之贼之祸之不幸。日经亚洲评论刊登的一个最新文章啊，谈到了习近平当局现在正物色自己人马进入中央军委会的事儿。 那这些新入选的人呢，共同点啊，必须是对台鹰派，犹如在打造可能连任后的攻台班底。那其中呢，一个叫苗华的人啊，很可能接替许其亮的军委副主席职务。主席是习近平，那军委副主席呢，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苗华是现任中共海军上将，在福建呢，就跟习近平相识，有三十多年的交情。 还有其他一些中共将领啊，也被日经点名啊，是进入军委会高层的热门人选，参与公台谋划。包括共军上将张声民，他曾在中共军中指挥反腐，是中央军委的中纪委书记；还有上将徐启龄担任空军司令员的上将常冰求等人。那么还有一个啊。 九月八号，沈阳传出政变的这个涉嫌的可疑人物，前中共北部战区司令李桥明啊，甚至也被日经提及，可能高升，而且呢，他的军事思想啊，跟习特别像，包括强调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普及军事教育等等。那我们之前节目呢，跟大家聊过啊，沈阳政变一事呢，目前还没有确证的消息。司令部在沈阳的北部战区司令李桥明确实被替换了，且去向不明。 而去向不明，他被拿下或是高升啊，这两种可能都有。按照外媒的观点，习近平现在就是要提拔跟自己意向相近的官员，积极谋划对台湾的所谓统一。而在军委高层啊，并不是所有人呢、啊、都跟习保持一致，或者呢，并不是他信得过的自己人。所以呢，习啊很可能趁二十大换一票人马，给自己连任后的种种企图添砖加瓦。另外呢。 美国华尔街的知名的高盛集团，九月十三号呢，还对习近平可能连任后的另一件事做出预判，就是习很可能在二十大之后啊，持续清零政策，因为维稳是现在中共的主要需求。高盛的报告暗示，官方会以强化疫情管控来强化维稳，那实际上啊，就是用清零维稳。 他们预测呢，北京周边地区呢也会在接下去的一个月采取所谓的静默管理方式，来限制人员的流动。而就算二十大结束啊，这种清零方式呢也会继续进行下去。我想呢，啊可以理解为是对这种变相维稳方式的继续沿用。这是高盛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沈辉等人提出的观点。现在的情形呢就是这样啊，中共就是在把清零当维稳。 九月十二号，山东青岛即墨区全区封控啊，当地公安全程介入。封控要求是啊，所有行业全部停工，所有村落、小区封闭，所有人啊，除了核酸检测不能出家门，所有车辆啊更不能上路啊，路口、道口啊也都彻底关闭，路上不许见到人、见到车辆。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正常的防疫还是在打造监狱呢？广西有个城市叫东兴啊，在边境。 从今年二月封到现在，整整快七个月了。国内好多网友啊都在喊，这太吓人了啊！在四川宜宾呢，被封控憋疯的民众再现了在中国普遍存在的深夜狠楼的情景，犹如地狱的鬼哭狼嚎。在东北，一个男子在自家门口根本就没有外人呢、啊、去的地方，抽烟解闷，就立刻被赶到的公安呢抓走。 无论男子怎么解释啊，都不行。公安就一口咬定，就是啊，你根本就不能出家门。而在这样疯狂的全国清零行动中，也不乏人伦惨剧。九月十号中秋节啊，江西省贵溪市刘桥村的五十二岁党支部书记刘亮宗强奸十二岁女幼童，而他是钻了什么空子呢？是女孩的父母不在家啊，都被隔离在方舱医院。 当他父母得知消息后啊，是怒不可遏，心急如焚，从方舱啊都要冲出去，结果呢被看守的公安给拦住了。那理由呢，想想也能知道，这叫不能违抗防疫要求。那根据知情者的说法，当时呢小女孩是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九月十号中午在屋外玩的时候，被刘亮宗欺骗啊，骑着电动车给带到附近的山里强暴。孩子回去的时候啊，幼小身体严重受伤，衣裤上都有血迹。 那禽兽事后呢，还要跟对方私了，要给一些政府福利了事啊！这当然更加激怒知情的民众。目前呢，官方说刘亮宗是被抓了，但怎么处理还没说。而且小女孩父母回家等来的不是去除暴安良的真正的警察去慰问，而是上门去做核酸的大白啊！这是个什么样的荒唐社会？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欢迎您关注我在新平台“干净世界”上的另一个频道。那链接呢我会在今天的节目留言区置顶。那么我在 Telegram 上的官方公告群是 t.me l 斜线大雨 news，观众讨论群是 t.me l 斜线 xwpjq a 下划线 us，节目期间是 xwpjqh a m d o l com，也欢迎您订阅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